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rista。今天呢，我要替小仓鼠换新的陶瓷窝了。至于为什么要帮它换新的陶瓷窝，是因为，我原本买的陶瓷窝是最小的，就是侏儒仓鼠用的最小的陶瓷窝，是8公分这样子。之后我发现我家小仓鼠现在的身高已经10.5公分了，对它来讲有点小。那你会问我说，什么叫对它来说有点小，就是我发现小仓鼠最近不太喜欢睡在陶瓷窝里，它会在那个铝板还有陶瓷窝就是两边跑来跑去睡觉，所以我发现它睡觉的时候很习惯这样把自己这样拉长，就整个摊平睡觉。之后看它在陶瓷窝里头状况是，它现在已经一坨了，就是一坨一大坨肉肉了，所以在陶瓷窝里头它是没有办法伸展睡觉的，所以我就替它添购了一个新的陶瓷窝。之后这个陶瓷窝它的室内的话是13.5公分，那以它目前身高10.5公分的情况下，是足够让它伸展好好的睡觉的，所以呢我就替它买了一个新的哦。那我们就来开箱吧， Go！我家小仓鼠很喜欢，因为它一直在这边爬来爬去。看，那我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陶瓷窝好了。旭旭，这是我家鼠鼠，看它在这里。这个陶瓷窝的话，其实应该一般的那种就是叙利亚仓鼠也可以用。之后我选择这个，主要是因为第一个它够大。我觉得通风很重要，我觉得对于小仓鼠来说，往哪去了？也许对于小仓鼠来讲，就是通风很重要，所以它这边还做了一个透气的孔洞这样子。那有些小仓鼠就会从这边探出头来或什么。之后它的里头的这个面积也够大，那它在里面的生活啊，就可以睡觉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躺平。对，因为他之前实在是我看他在这个小窝里头睡实在太辛苦了，都给大家看一下 ，OK。那我们现在进入清洗完以后放进去的环节哦，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小仓鼠对于这个窝到底喜不喜欢。因为之前其实我帮我家的小仓鼠买一个那个叫什么茅草屋，我觉得其实他也不会不喜欢，因为我把茅草屋加上那个铝板，可是我发现照顾起来不是那么的好照顾，我说清洁方面这样子，因为它其实会在里头上厕所，如果是这种的话就洗一洗之后把便便倒一倒洗一洗就很方便，可是茅草屋就没有那么容易了，会把整个环境弄得比较脏一点，因为便便就到处掉这样。那我们进入试住环节 Go！